今天给大家切一份生鱼片的组合，我们先切上鱼，这是上鱼鱼背部分，我们先修一刀，海带的纹路呈十字形交叉，好，我们直接取个五片组合，摆入盘中，现在我们来切一份金枪鱼的，现在我们来切一份鲷鱼的，来点点沙拉菜装饰一下，我们现在把切好的鲷鱼摆进去，现在我们来切一份青花鱼的，我们继续上一个，内角背鳍外角散开呈扇子形状，好，我们这里放一丁点沙拉菜做一个铺垫和装饰，好，金枪鱼，鲷鱼，好，我们最后再切点生鱼，好，现在我们大部的一份生鱼片的组合已经切好，现在我们稍微的给它装饰一下，然后我们现在放入辣根、姜、酱油，再放几片切好的柠檬，这样的话一份生鱼片的组合已经做好了，好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我们今天拿一片鲷鱼的，好，蘸一下酱油，喜欢吃芥末的话就往上面放一点点芥末，作品每天更新，喜欢的老铁双击关注，感谢观看。